哎呀，今天这期视频啊，你们期待很久了，都知道我有个身材不错的小助理，对吧？被你们问了多少次啊，杨一真的没有内衣品牌找你合作吗？懂你们的啊，在感情该升温，情人要过节的时候，一个你们都认识的品牌带着他们家的情人节限定来了，蕉内的情人节礼盒星期裤。为了让我们每天都有仪式感，这套情人礼盒一盒七个颜色，每天都能感受到仅对方可见的关爱。你看蕉内的产品嘛，出了名的顺滑曲线，男生穿嘛自信满满，给你留足了立体的空间。而女生穿，当你选择了莫代尔后，这种无痕的穿着体验啊，可以尽显你另一半的娇段身材，腰带都做了加宽处理啊，微弹贴身，厚度适中，私密部位用了自家技术蕉内银皮，吸湿透气，有效抑菌。哎呀，其实情人节嘛，大家都在选礼物，但如果你真的恋爱了，送礼可以高调一点嘛。